高興 AM730 頒發 ESG 綠色發展及碳中和大獎，列出可持續企業大獎俾我哋。華茂集團重視人、繁榮、環境三者並重嘅理念，所有項目堅持以人為本，共享繁榮，同時關注環境和生態平衡，致力推動可持續發展。這個獎對於我們來說是很大的鼓勵，亦是對集團管治理念的肯定。作為香港主要地產發展商之一，華茂集團一直都身體力行，在日常營運當中融入可持續發展元素。除了制定積極進取的減碳路線圖 CCG3050+ 之外，我們亦都是第一個在私人住宅項目採用 MIC 組裝合成建築法的私人發展商。 MIC 這個技術可以加快起樓進度，減少建築過程中產生的廢料、碳排放和噪音，同時保障工友安全。另外，我們亦透過不同項目連結社群，好像剛剛首階段開放的漁心園木化石公園，是全亞洲現存擁有最大規模木化石藏品的城市公園，展出的木化石有幾百萬年歷史，再結合創新科技、綠色元素等，為大家提供一個娛樂及教育並重、適合所有階層的共享空間。我哋亦已經推出心想一個與別不同的會員獎賞計劃，除了平時消費儲積分，更加鼓勵會員做多啲義工，參與多元化的好心行動，可以得到積分之餘，體驗好心好報的精神。華茂會繼續努力推動可持續發展，為大家建設一個更宜居香港。